在视频开始前，我们先解开印尼泗水观众朋友的迷思。他是一家海产加工出口商，而想转移做内销市场，即时到神庙拜拜祈福，同时请师父回家查看风水。谁知道这位师父进住宅后，竟然说家中所拜拜的神佛全没开过光，祖先神台方位已不对。这位观众朋友立即就懵住了，说这怎么可能呢，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祖先牌位是传承下来，以及各神佛陀时常都有斯里兰卡或是泰国僧侣前来加持。更多详情请参阅备注意。南邦哈利邦差孟氏佛塔是泰国南部的一座12世纪南纳神庙，寺院东门建有一对金家，是根据暹罗古代南纳信仰半人半狮神兽作为守护神。寺院内是帕婆隆差供奉暹罗八角形哈利邦差佛陀舍利佛塔。若是有人对你说所持的圣物或佩戴的佛牌常未开光加持，别诚惶诚恐，开始怀疑人生。你是虔诚修行者，诵读自可加持神圣灵光三宝。以下分享台北第一南纳圣真姑巴西未差的加持经咒：阿央努哲帝，悉利未差呀，扎那照毗库，嘎南哇，乌达三帝。乌迪曼哈铁兰阿拉罕巴玛卡亚南尼帕南巴纳曼苏坎。